见此戒，犹如见本王，兴许在你危难之时，他可以帮到你。殿下，我有个问题想要问你，把我留在身边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是不是因为我百毒不侵的体质，怀疑我是孤岛人，才把我留在身边的？我本来不知道我体质特殊，是轩辕离歌告诉我的。你知道我的什么秘密，尽管告诉我，我最讨厌别人利用我。还有这把匕首是你送给我的，这上面的图腾代表什么？我想知道。那是孤岛图腾。韩子清脸上藏有孤岛图腾，看来他的确是孤岛人无疑了。可是孤岛不是早已经消失了吗？那他们母女为什么会出现在天阙呢？所以说，你孤岛人的身份一旦被人发现或者利用，将会威胁到整个天阙的安危。我必须要把你留在我的身边，清楚。果然如此。我们合作吧。你想要怎样合作？我想查清自己的身世，解开孤岛的秘密，找到孤岛，离开这里。好啊，本王答应。好，我会效忠殿下，只要殿下有需要，可以随时下达命令。还有事吗？还有这个流光，是你母亲留给你的遗物，你还收回去吧。殿下，不管你的目的是什么，今日谢谢你来救我。本王只是顺手而为罢了。不管因为什么，他毕竟再一次救了我。我今天是不是对他太过分了？哎，王妃，您要去哪儿？殿下忙着呢。有事啊？我来道个歉。这在你心里还有人值得让你道歉？本王可受不起。无语，真小气。这个流光殿下赐予我，我应该好好对待，不应该如此轻慢。我先拿回去了。
这只手是他弄的。他是谁？轩辕离歌。是东陵的公主，轩辕离歌还给我上了药，马上快好了。药再好也比不上大夫，明日让老姑给你看一下。你之前不是说想为本王效忠吗？交给你一个任务。尽管吩咐。西陵如今求和了，邀我谈判，你就带本王去。西陵求和了？此次西陵受到天阙和东陵的双重攻击，士兵们伤亡惨重，楚天哥也负伤溃逃，西陵不得不求和。好，我为殿下效力，但请殿下给我一个承诺。什么承诺？如果找到孤岛人的线索，麻烦告诉我。我答应你。多谢殿下。把手给我，戴好。见此戒，犹如见本王。兴许在你危难之时，他可以帮到你。多谢殿下。